是第一个选择错死人。OK， 所以介绍这种 SHIFT 的这个理由，是因为首先我们真的要有一些好性质，然后这种 SHIFT 软足。On the other hand， 我们会想要做的是因为保持。当然，但是当然，我写 SHIFT 的时候是比较 make sense， 因为这些 derived function 不会把 SHIFT 放到 SHIFT。我要定义这个。这个 context 走去。好吧，然后 context。但通常我们就把它放到 SHIFT 这边。口语上 control sheet 就是很掌握 context 的事情。如果他没，我们就没有 control sheet。这个要放，要放。A， 这里头我们会不知道我都会去放掉，但是可以去进来。就想当就好了，不然把甲方那边抓住，对不对？OK， 所以有了定义之后，我们就大定义。这个大定义基本上是一种 finite 数，就是，大家可能熟悉小白的定义，说这个就是我们代理人有所谓的 control set， 就是你用 open close subset 打开这个 open close subset， 然后生出来这个有限加有限定义，生出来那些集合，然后原模为什么会保持这种集合？但是你在是现在这个来讲叫 abstract。有要求还是就是任何的，因为我定义是不管 strata， 我定义说存在 strata 时的这个事情，这是你的定义。我很重要定义是一个单纯的形容词，单纯，我不要求它记得那个 strata。在小赖的情况里面，这种绝不会把 control 说调过，它对。Company 的 native space 是不对的，因为在 native space 里面有像是 sign 一样的东西，某种意义上它不 algebraic in the particular way， 它不反应，就是它有一些，比如说 sign 的零点不是一个，不是 this， 我刚才说，有什么好例子？比较好例子？对 sign。比如说你可以考虑 sign， 你可以考虑它的零点，然后它的零点你考虑计算积分积这种。这个 n 90 map 就知道 n 分之一这个 set， 然后这个 set 不是一个 n 90 set， 两天有这种不翻来的定义，整天有去外东西有这种翻来定义，我会发现这样的定义，然后这里的主要的精神变成什么样，是因为上一站你觉得什么，就是有去外东西博在里面去问题 n 90 map， 你可以这么想，对，但也，其实某种意义上，以前学生讲的这样，我觉得 algebra 的东西，这件事情对的，我想就是 completely 来说的东西，就 algebra 的东西都会至少 over 心，都会被 completely 来，比想方上心。OK。
价打到这个我们刚才 play 的玩烟区的那个这个角色的区的虚空，来 everything is right。对，一般的对不对？其他看不到。这里顺便第一个地方，你看到显然叫 Q， 就是如果不是 Q 的话，这个肯定错，因为你在页点上面的，就是 Abelian group 的度和度不是太紧，对不对 ？Q vector space 的度和度不是太紧。这是第一个看到需要 Q 的地方。More than that， 没有这个错。发现卷而已。有的东西就我把 prepare sheet 的定义写下来好了。self-do 的 condition， 你可以想的是第一个 condition， 看一个奇怪的关于它的 do 的这样的 condition。可以想象这样的 condition， 它会在这些方的底下有些自然的条件，但上面条件好莫名其妙，那你可以做这件事情。OK， 下次我们再继续吧。